新品秀来喽！所以你们是有在紧张的吧？我紧张。第一，就我们新品，哎，就你在这儿。所以你是有在紧张的吧？没有，不紧张。不紧张吗？那句黄话你就不用听了。那句黄话不是，我解释一下啊，就我们有个同事非常担心李佳琦会大骂，因为以前骂过了，骂过很火的一条视频。我要帮你拆吗？不要，我要自己感受爱马仕。我也想。让我感受一次吧。这个，那你猜啊？第一个爱马仕的新款口红颜色，对，来了。对，而且爱马仕这个好像是听说明年才会上市的一款爱马仕，对，因为这是限量版的哦，妹们，这是限量版的，它在国外已经上市，但是限量版的我们明年才在国内上市。嗯，推拉的。多少钱一支啊？还是460吗？460 OK， 他们家是跟皮尔哈迪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鞋子的设计师做的一款限量版。我有看到了。跟以前的外包装还是一样的。天哪，它断了。不是了，这替换的。你好土啊。它真的疼。我没有做什么事，我没有摔它，它断了。我给你揉一揉。他一会儿怎么试啊？好紧张。不是，我觉得怎么了？我还想跟爱马仕合作的。我知道，哇，这个好好看。哎，我觉得我可以吧？就是我会帮你找补的，你我自己发挥，我正常发挥，你来找补，嗯，看看我旺旺的找补能力有多厉害，好不好？爱马仕，你应该不介意我用 YSL 的气垫霜的啊，因为你们家没有气垫。我觉得先来个不出错的吧，这个感觉没有那么错。这件色应该你听到这声音了吗？71号色，很棒啊！我从现在开始，我从第一季开始已经开始找补了，很棒啊！我们现在跟爱马仕合作呢啊。我们现在有跟爱马仕合作吗？私下合作了，你是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我疯狂买。对对对，上嘴超舒服，真的。谢谢你啊！他们家上嘴的唇膏巨舒服，酥感很强，然后而且很好推开，就那种哑物哑物的感觉。嗯，我只想说一句话。您说，你来找补啊。你们家口红的调色师怎么还没有让他离职啊？啊？因为之前两年时间了，还不离职，还是来的另外一个人还是这样的。我想一想，可能有关系。真的？可能吃完就不进来。完蛋了！吃完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进大陆的计，就是进国内的计划。我求求你了，我们保持一下爱马仕的那个高度，不用进国内，谢谢你，不用进大，不用进中国的这个系列没有必要进中国，真的。因为很多欧美人涂这个颜色，其实是可以在当晚发出光。哎呀，丑得我鼻炎犯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形容词是，这是一种热烈的。橙色像一轮月亮，在你们家月亮是这么橘的，散发光芒。就是如果我说实话，这种就是，唉，在深夜涂的话，就是你比较好被人认出来。深夜涂的话，比较好被人认出来，因为那我贴一个3M胶在嘴巴上好了吧，更好被认出来，发光。不太方便啊，会有460，我可以买巨多3M胶。你要口吐芬芳是不是？好啦，真的，如果爱马仕真的想要做彩妆这个点呢，如果你要卖口红是吧，如果你真的那个国外设计师没有办法知道中国女生的喜好，你可以请我的，我可以免费为你们设计中国的颜色，我们可以给中国定制，我不要你的钱，我只希望在爱马仕的专柜可以女生们买到口红的颜色是适合中国女孩的，国外那个设计师就别让他管中国的任何生意了，我求求你了。怎么办呢？
好不好？第一轮已经被骂的那么惨了，第二轮出来的颜色我们来看一下。别试了，好吧？这一支浓艳的粉红色，浓烈而醒目。别试了，我欧盟，它真的很像想你色哎，就但比想你色更加的挑人一些。想你色已经很挑人了啊，你都不找补了。我放弃了呀。你真的很不扛哎，因为真的很丑。谁给你的胆子？你自己说。哇、wow、我觉得你可以找，我觉得你可以找补我。我的牙齿巨白。哎，但不得不说，我觉得爱马仕。你们家口红有一个巨好的代言人，是吉克隽逸，推荐你去联系他，他涂绝对好看。就是有一点点过于清爽了。爱马仕，你只能交给口红一姐了，真的。我觉得他涂应该是非常美，嗯，他涂会非常美。哎，下一支，但包装我觉得很好看。他们说这个唇色很显胖，看看那个唇色。你就是也看出来我胖了吗？质地还是很舒服的啊，质地没得挑。这一支来酱紫，但是它非常，这个很适合皇后。嗯，皇后快毒死了是吧？不是，皇后想毒死的那个人吧。我不要，不要，不要，李佳琦。这个真的病得不轻。很猪肝。我只知道十年之内没有人会认为这个是好看。就是它是那种病态。啊，不是没有人认为啊，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这个是好看。买回家会被你妈打死的那一种。是不是？是不是？没事，没事，是不是？但是我刚刚都说了，就爱马仕如果想要做中国颜色，可以来找我，我免费。如果他看得起我的话，但我说实话，我现在的心情宛如这支口红颜色，心如死灰。不是哦，就比如说有一些玩妆场合，就是或者肤色比较黝黑的同学。我们是黄皮肤，我们不黝黑。嗯，就是我说实话，而且我觉得去买爱马仕的应该都是那种肤白貌美的。就这三支真的没有那么适合亚洲女生，但是你不否认是有适合她的女生的，对不对？当然。只是量比较少。嗯。嗯。啊，补回来了吗？住好，下一个。住好，下一个会让你开心。我真的，我如果看到哪个 QL 说他们家口红颜色推荐给大家买，我跟你说那个 QL 你就……啊，不吧，看了。哦，也不是，就是我说实话，它没有那么适合亚洲女生。刚。嗯，它没有那么适合亚洲女生。它不适合亚洲女生。嗯。绝大多数亚洲女生，我不能说一棒子全部把别人打死那种哦，它只适合非常少数的亚洲女生。好吗？如果要进国内，真的，我觉得请三思而后行。三思。好了，来了。爱马仕，李佳琦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好不好？嗯，你也不要生气哦。嗯。因为真的没有那么适合，就我也很想帮你，但我真的帮不了。谢谢。真的不要生气，我觉得你们家格局非常大。对不起。毕竟，对吧？还会再找我测评一次。所以我们家格局已经大到，就然后那个爱马仕说，哎，以后专柜的像拉黑李佳琦，任何的包包不要给他买、啊。不行吧？我是爱马仕的大客户哎。我知道啊。因为好歹我的每次的那个什么99大促618双十一都是买爱马仕送。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就抽很多爱马仕。对，我们抽很多爱马仕。嗯。他们家外包装跟滋润度和唇上嘴的那种效果特别舒服，但是真的那个颜色真的不行。欧德克，来吧，来吧，我们下一个，拍立得，哇、wow, ，我们的富士的拍立得来喽，
是狗。我知道它很厉害，这它送，所以是它送给我的吗？富士富士，好棒哦！我最近很想要拍照，我最近爱上拍照。我们俩自拍一张好吧？啊，因为它很棒，它有这个。你看他们家拍立得是有就有屏幕成像的，就比如说你要拍照，你可以去用它来看你拍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因为一些拍立得它真的拍出来的照片只能听天命，构图，然后灯光啊表情只能听天命，对，好不好？如果不是那么专业的话，这款是可以有一个视频，对，然后而且它可以选不同的滤镜，哎呀，哦，上面那个圆的，这个、圆的啊，怎么回去？这个圆的。听一下快门，哦，它可以选不同的滤镜，就是它可以选滤镜，而且我来帮你拍，而且它可以，我来帮你拍，你拍完之后它可以筛选，如果好看，我知道好看才打印，我们一起拍，它可以好看才打印，不好看就可以不打印，一起拍，那我们拍一个黑白，我先选一下，不要黑白吧，黑白我觉得不太吉利，我们要浓烈，复古，我们可以看那个反送。这个农业是不是感觉那个皮肤状态不太好？哦，但它所以它自拍还是看不到。就是你可以先拍完就哦，对对对对，对不啦？对，哎，你可以看这个。他应该不是怎么可以做双完蛋了？怎么了？按了，没关系啊，他没好难看。你看，比如说刚刚我手一抖，我就已经拍了，它可以不用打印。它可以不用打印，它可以不用浪费效果，是不是超好？这一点非常好。来吧，那你来抓吧。嗯，快门。那你抓，来吧。啊，一般都是绅士手哎。你做个什么鬼做作？来，在后面一看，前面快门。哦，这个是快门啊。这个是快门。哦，来，三、二、一。OK， 我们来看一下成不成功。这个农业也太浓太农业了吧？这个农业也太农业，我们就筛选一下其他滤镜，好不好？哎，蓝调，我看一下你皮肤状态会好一点吗？阿宝色不行。哎，也不行。怀旧，我其实觉得黑白色挺有味道的，我们选黑白色。我刚刚不就选的黑白色吗？因为来要冷酷，要拽哦。哦，蛮做作的，不行。哎，但是我们可以打印一张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这张好的话，你就是可以像一般的那种抽拉相机掰一下。然后他就会帮你准备打印，嗯，这张特别棒。他送了我多少相纸？我想知道。哦，这是个包包，在里面。他送了很多吗？啊，哦，这哦，哦，你懂，就是那个以前那个相机那个抽拉的那个镜头。他的这个盒子咋打开呢？嗯，没有相纸啊。拎起来，拎起来，拎起来。哦，好多东西啊！啊，我想起来了，我忘记一个点了。好多东西啊，这里面有一文剪签，真的要一点就播嘞。所以这个东西要多少钱啊？1799，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哎，这个很棒，李佳琦。这是什么？1499，这是补光灯。对。哇哦。它为什么固定？因为它可以固定。哇哦，还有相纸。固定完了之后，它可以调。是他们家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腰包、腰带。早我们早说呀、啊！来，再拍一次。再拍，再拍，再拍一次。暖，就是这样的暖白。那个我们来分享，我们来，你要不要换一个？你想要什么样？哦，镜头也可以调的吗？调前面转前面那个镜头。哦，这是鱼眼的感觉，这个是色，哦，这个好迷幻哦。你自己看，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就普通吧。而且它可以分屏，就是你可以。好的。如果觉得一张，我们就普通的那种。哦，好的。我们这种脑袋应该搞不了太多厉害的东西。那搞什么颜色？我们就复古吧。复古。快点 ！OK， 三、二、一，不太好看。我人都，所以不太好看。哎，你要先选那张照片啊！但你是好看的，哦、你真的很好看。是说李佳琦有点过于做作。做作了。这个很棒，对不对？富士，你们可以卖吗？富士，对不起。我刚刚说的是什么？拍立得。哦，富士，你们可以卖吗？我觉得很棒，这台相机，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只要1000多，我们再减个钱送点相纸，我觉得可以。好了，而且它很好看呢。对，它非常好看，谢谢富士。那种复古相机的，我要把它送给我的，嗯，就是拍照老师、摄影师了。让他帮你啊、哦，我知道那位老师拍好看的照片。哦、你刚刚打开了，这就没用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吧？它没有打印。它不是胶卷。
你让我想象一下，哎，它那个呢？很棒，我喜欢哦。就你要不同的那种。哦，很好。这个以后如果有路人要跟你拍照，我不举这个，我帮你打光。啊，不用不用，有点太过了。我喜欢，非常棒。给它收起来吧。谢谢，谢谢富士。我可以卖的那一种，你可以来买吗？不，你可以来卖吗？谢谢你哦。哦，真的很棒哎，我很喜欢这个，而且你知道拍立得现在女生们都超级喜欢，但拍立得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就是你拍了就必须要打印，但它是可以看，然后可以，是不是？对，富士，我说以前的拍立得那一种，以前，好像有点进队了。哦，拍立得是一个品牌。对，就以前那种拍立马成像的相机，它不能选择，对，就是它只能一拍就要打印出来。看命真的是看命，对，就是看天意的那一种。那这个是可以看，然后再选择，然后再打印出来的那一种。嗯，很棒哦。我们到下一家上直播间啊。好，那我们下一个，哇，我很期待它。这个华为平板来了，你们要不要直播？华为平板来了，他送给我的吧？你开什么玩笑？它不仅仅是一个平板哦，它还是一个笔记本电脑。就很那我怎么体验产品？姜牙，姜牙是谁？密码是李佳琦12345，还是12345啊？哦，对，然后它也可以触控，然后它也可以操作，就是你可以把它摘起来，它就是一个平板，然后你放到这边，就是它就是一个笔记本。嗯，然后你这个设备之后，因为它跟因为你知道这是我在那个他们家发布会上，然后上热搜的时候我种草的一个就平板，他们家真的非常非常的赞。我那时候看发布会我就已经种草它了。哎，它这个质地很舒服的。是，然后它这个外面的这个皮的质地很舒服，而且所有女生们，它这边的支架都做到了就立体支撑，立体支撑性，大家其实平时日常办公操作的时候都很好。是，然后直接这样子，但它有一点重量。我说句心里话，有一点点重量。对，因为它要支撑我们正常一个电脑的使用。嗯哼。哦、正常来说，大家、就是、它的参数呢？嗯，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参数，它就是形态多变，然后它正常的计算709克，709，然后 OLED 屏，就是你们买的旗舰款的 OLED 屏、OLED， 然后它是 12.6英寸的一个屏幕，跟90%的屏占比，大家看一下屏占比，它的屏占比还是蛮高的。然后 P3 的广色域，就是专业的一个级别的一个色准。然后600尼特的一个亮度，满足了大家就是比较专业的人士，你们可能做一些就是比如说绘画呀，然后设计呀，都可以用它来调色啊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它可以就是用鸿蒙系统做联动，对，就平板跟手机联动在一起，平板跟音箱，然后平板跟显示器，它都可以做联动，好不好？它用到的是第11代的英特尔的酷睿 TM 的处理器，嗯、也很好了。四扬声器，四个麦克风。是的，然后前置有800万的像素，然后后置有1300万的像素啊，对平板来说蛮不错的。对。30分钟可以充54%的电，续航时间还可以、啊，贼厉害嘞！续航5到8个小时，100分钟充满所有的电池，对，哎，很不错。其实我主要是觉得它交互很好，就是联动，比如说你的手机，那它可以就是这个是这个、现在这个面是那个我问过了哦，不可以变成平板面哦，它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平板电脑，平板电脑、嗯，它不是一个平板，对，它是平板电脑，对对对。所以我要正常操作都可以，它就是一个触屏的，但是它都是网页和电脑版本实现哦，它不可以成为另外那个模式。那他们如果没有联网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打开我们下载好的开心消消乐啊、哦，应该是可以的吧？你的缓存到本地就可以了呀，对不啦？那我比如说打开爱奇艺，我下载好了电视剧，我可以打开某奇艺，然后打开优酷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看电视。我想一想。对，就是你啊，可以可以可以，它有下载。等一下来，它有下载页面。这是已经联网哦，没联网。对吧？它有下载页面，嗯、就下载好了就可以直接看。哦、啊，可以的，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可以的。就所以它就是一个平板电脑。平板电脑，对吧、嗯？好不好？这台多少钱？我们看一下，有5990，6999，7999，8699。嗯嗯，这个是现在已经没货的情况。是的，他们家现在是非常非常缺货的情况，我们帮他安排上吧，好不好？我们去找找华为，好，帮他安排一下我们的平板给大家，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看下面一个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那个新品秀，好不好？因为秋冬天我们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都会想要去，对，但是大家会很喜欢去滑雪，因为其实我们夏天做的是野营主题，而且我们夏天会大家比较喜欢去冲浪，但是冬天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去滑雪，嗯、因为这些两个这种运动比较的时髦，而且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新品秀就是带大家看一下滑雪
我们要穿什么样子，我们滑雪要用什么样的装备，对，好不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李佳琦新品秀精品滑雪村来了哦，好，好不好？我们尽量快速给大家来说，然后我们等下把直播间交给我们的逸文姐了啊。好，那旺旺去准备吧，我们马上新品秀要来了，好不好？因为最近大家应该在朋友圈里面越来越多看到一些关于滑雪的各种帅照啊、靓照啊，然后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一个问题，就全世界都去滑雪了，但是只有我一个人还不知道滑雪是什么，和作为初级滑雪师我或滑雪者，我到底应该穿什么样或者准备什么去滑雪？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推荐一些滑雪的服的品牌以及滑雪的一些装备的东西，好吗？那我们把直播间交给旺旺来喽。对，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那个滑雪村的一个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换衣间。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邀请到你，你是，我是李导游，你是李导游，对，大家好，我是李导游。虽然我第一次一次滑雪没有去过，所以你会带着我，但是我是换衣服间的导游。导游，那你会带我见一边换衣服喽、哦？我想起来我的人设，我人设是今天第一次来滑雪，不知道应该穿什么。小白，嗯，我不知道应该穿什么。OK， 一会儿 我相信大家都会去滑雪，但是大家对于滑雪的产品和滑雪的一些衣服比较的难选择和不认知，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就是教你们如何选和现在有哪一些滑雪装备。是很火的，是的，好不好？然后大家来看一下。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第一对模特新一跟 Sia， 他们是来吧，上吧。他们的人设，自己介绍自己的人设。他们有人设。又开始演戏。别人的雪场就是我的秀场，我不在乎滑的是不是最好，我只在乎我是不是穿的最潮。来，快点给我拍张照，赶紧啊！行了，差不多得了，赶紧。是情侣。把。好，好冷啊！好，好，结束。我跟你说，我刚刚像啄木鸟一样，很尴尬，非常尴尬，非常尴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演戏嘛。我们不是演员，现在小课堂也要演戏，新品秀也要演戏，很有情景代入的感觉。好的，那我们就是第一对，就他们是低调却奢华的都市男青年、女青年，来到精品滑雪村，应该穿些什么？所以你们的关系是朋友。你们是朋友还是情侣啊？情侣，亲一个，开玩笑啦。OK， 来，我们看一下。等一下，他把他的手机充。没有没有，到室内。开飞行模式。到室内我要改一下我的搭配。哦，要改搭配了，我帮你拿。好，等一下，我以为他我要我帮你吗？没有没有，你们先说。哦，我们先说，他本身在室外会披条被子了，然后进入室内之后就会把被子盖到。对。哎，你我们为了要露出，我们你已经赢了。对啊，我们为了 Prada 这一件真的非常火。他们家马甲，然后羽绒服，然后睡衣都很火。Yes, 所有女生们，如果你是经常去滑雪的，非富即贵嘛，非富即贵，一般人也真的滑不太起雪。特别是可以买这种滑雪装备的，应该都是有钱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就只能去租的那一种，就到那儿、哎、哦，有这么多啊，那我就随便选一件吧，就可以。对，别人都是穿好了，帅气的过去要从车上面下来，或者那种滑雪那个房间里面，就是换好衣服然后自己直接滑出去的那一种，从房间里走。你不知道吗？不可能，你没去过，怎么可能？我已经找到了一家那样的店，就是你到那当去住一个酒店，然后那个酒店里面就开始换衣服，换完衣服之后把那个门一打开，就是雪道，就直接到雪场去了。我带你去，你说的哦。我过年准备去，好，非常，我好想去滑雪，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Prada， 那这次 Prada 今年做了很多的关于滑雪的一些服装，是。然后他们家的设计还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保持了 Prada 一贯的剪裁跟他们家很独特的尼龙面料。那这条裤子我觉得也比较特别，这是尼龙的面料。对，这条裤子我跟你说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好好看哦。对，你知道那天他们两个穿了 Prada。走过我们的那个就化妆室的时候，我们两个化妆师都说他们的好想要裤子，好好看哦，好看。他们两个都很想买，然后我也很想买，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比较的偏那种有点反光啊，滑水就防水的那种，就未来感然后机能感那种风格，我觉得这套很好看。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 Prada 店里面逛一逛。然后裤子是11200块，帽衫是16500块，旺旺是不是很贵？一个月的工资没了吧？这也太贵了吧！所以我们是新贵，所以我们只能租。贵，这套完全不是我今天是可以穿出去的。我们只能租，我们只能。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我跟你说，这双鞋超级超级厉害。所有女生们、美们，给大家看啊，我们这一双鞋子就是很多滑雪爱好者的终极梦想的一个装备。对，它这个我会买耶！如果我是真的要去滑雪，我一定会买这双鞋。它可以这样转就转。
就是跟小朋友的鞋是一样的。对，我们斯凯奇那个小朋友的鞋也是长这样的。但是因为它很大，如果真的要系鞋带的话就很难。运动的时候其实你系鞋带不合理了，也不方便系鞋带，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把它转紧。现在还好吗？有没有要截肢的？血液不循环。这双好好看，它的名字叫做 Burton。就是很多滑雪爱好者的一个就是梦想装备，就不仅性能很好，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看，是，对不对？很年轻活力，而且时髦。这双鞋太好看了，这个绿色我也很喜欢。我觉得这双鞋，旺旺，猜猜多少钱？如果你会买这双鞋的话，我对这个领域没有概念。那你觉得你会花多少钱买它？800。你买一个鞋底吧，你真的是，这双鞋很贵。多少钱？3699。哎，所以滑雪真的不是非富即贵，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去玩得起的东西。嗯，要不我们这样，我们去上海那个那种滑雪场，室内滑雪场随便滑一滑，可以啊。或者上次我们那个拍那个波士顿的地方滑一滑，5分钟到头，好不好？所以美们，这一套你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没有了，就是它主要就是 Prada 的一个红标系列，它每年2次的运动品牌。了解。嗯，没有了，很棒。希望 Prada 算了 ，Prada 一双鞋都不送给我。哦，这个是 Prada 的羊羔毛，哎，对 ，Prada 羊羔毛，好有钱哦，好有钱哦，难怪是就轻奢低调的精英男女啊。你滑雪穿这件应该会冷吧？啊，会热吧？不，很热，这件真的很热，我现在就是背后都是汗。哦，它里面的材质完全不一样，它外面是羊羔绒，然后里面是这一种是御寒的，对，御寒的。对，滑雪穿这样子可以吗？他只是为了拍照，他只是来拍照，他不是真的来滑雪的。所以刚刚情景剧其实是有，哦，他们只是来拍照的，是是，好像很多滑雪他们都不会滑，就穿好装备在那个地方，拿着，然后拍完了，哇，赶快跑掉，就赶紧撤。OK， 所以这条裤子我也很种草，因为滑雪的时候确实你可能会要装很多的东西，手套、啊，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我们这种大的那种裤腿上面。然后这双鞋呢，也是 Prada， 也是 Prada 的。OK， 因为我没有滑雪，所以我穿了一双就偏运动的鞋。所以女朋友还是要演一下。而且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rada 的裤装，这边会有到这样的一个拉链。对。然后如果你可能比较就是穿的那种鞋子比较 大，然后你就像刚刚那个就思雅这双鞋比较大，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拉开，然后把那个滑雪鞋塞进去。然后如果你鞋子比较小，你可以把它拉起来。嗯。Prada 质感做的还是蛮棒的。是。那裤子26600块，也太贵了吧，老板们。真的好贵。羊羔绒外套还没有上市，你就穿上身了，真棒！里面那件是，哦，这件还是背带，好性感哦。对，这件是背带。哎，你能懂我的点吗？干嘛要这样做饭给你吃吗？真的是，你还好性感的说是，一个滑雪服有什么好性感的？不懂，我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很性感。OK， fine， 果然旺旺的。点跟别人点就是不一样，不太一样。哦、OK， 嗯哼，所以以后你找男朋友，你会帮男朋友买所有背带裤？我不行。那你说他好性感？是他性感归性感，我不喜欢性感那一挂的。哦，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都市新贵。我们来看下一组模特，他们的就是滑雪的时候的穿搭怎么穿的，对，好不好？下一个是他们要演戏了，我们边上一点。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行不行？下一组，看谁戏好。这你是来复健的吗？好、啊，你是来复健的吗？你不是来滑雪？嗨，嗨，嗨！我都看不太清我自己。所以你们是没有戴眼镜的，对不对？有。他里面怎么可能再戴眼镜？让我他里面再戴眼镜，我就觉得他真的够了。让我透过这个看一下你的眼镜。没有戴隐形眼镜。哦。好。所以你没有戏，对不对？哎，就你一个人呢、啊？对啊，就我一个人。我没有要打你，你别躲啊！那我们两个在旁边采访。不要害怕，作为滑雪爱好者，您请、嗯。所以你今天是真实要去滑雪的人，就是专业的单板，专业的单板。我超喜欢滑单板的男生。你滑过吗？就是看那个表演节，不是看那个哪个节目会表演？看比赛，你干嘛？我觉得你越靠我越近，我好害怕。没有啊，哦，所以你比较喜欢滑单板。我觉得其实好像是说。单板比较难，但是大家会比较爱滑单板，然后就是那个双板的会比较的简单。动作看上去就是那个翻滚、啊，就是这种像帅一点的，是吧、啊？就这种，就那一下就很帅，你懂那种感觉吗？我跟你说，你去滑雪，你肯定会摔到不行。我去滑雪，因为你这种不协调的，你就会很容易摔跤。像我们这种跳舞的，协调性非常好的。我哪里不协调？你上次你冲浪，你站起来了吗？你没有啊。哦，
别人都站起来，连不会游泳的小布都站起来了。你没有站起来。但是湖面上的运动跟水上运动不太一样。湖面上跟水上不是冰上跟水上的运动不太一样，它的稳定性会更好一些。是是是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苏尚这一套穿的是哦，刚刚我们说过的，你应该是富家子弟的穿搭吧？对，就因为全身都是 Brompton 你要穿的滑雪服，真的哦。但是 Brompton 的滑雪服好像还没有 Prada 贵，对。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去买那种滑雪服的话，你们可以选择这个品牌 Burton， 可以吧 ？Brompton。好不好？然后他们家有天猫旗舰店，对。然后这是他们家的，哦，全套。那里面是那个，就是背带裤。对，就是因为很多的，就是天猫，不是天猫，很多的那种滑雪爱好者都会在他们的天猫旗舰店去买装备。然后像这套绿色，我觉得很好看。嗯。然后鞋子也是他们家的黑色款的一个鞋子，他们家细节感做的会比较的好一点点，因为全方位就是防风雪，然后防那个泼水，然后比较偏那种透气的一个设计。因为其实在就是滑雪场，你们经常会碰到一些雪嘛，虽然融化了就会容易就浸湿。所以你就可以去买它，而且他们家的滑雪板非常洋气。是，所以这一块是新手板还是？你能知道这个答案吗？哎、你滑过雪吗？新手。我不是很敢滑、哎。新手。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摔的时候直接摔骨折了，然后我这人又比较怕死。这么严重吗、啊？是，很多人滑雪都会就是有两个朋友会摔到进医院。那个速度和加速太快，然后还会撞到屁股，就坐到尾椎就会容易。对，那有那种在平面上滑的项目。平面上怎么滑？要我 never 拉着你跑吗？啊，那真的很危险啊！那你敢去吗？我不太建议你去嘞。所以有专业的人，我敢、啊就是，我什么都敢。好，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这个是初学者的板，还是说要滑很久之后的板？初学刚说哦，这个是初学者的板，因为它的那个前面那个头没有那么的翘。因为这种会比较的适合滑那个雪场的赛道，那、有一些板会比较的翘，就是那种翘起来，真的很懂啊，就翘起来很多，那种是比较喜滑野雪。哦，你知道什么叫野雪吗？不知道，就是随便一个山，上开始吧，就唰下去了。也没有人滑，你没有漂流过吗？我有漂流，有那种人工挖凿出来的那种漂流水道，还有和那种野漂。我懂，有的是上次我们那种人工水道已经飘到吓得我们快半死了。那个真的很猛，这是我们湖南小朋友玩的漂流赛道。他说大人就是他说成年人年轻人玩都是野漂，没有小朋友都是在竹筏上面这样子泼水，哈哈哈。是很好看这一套，如果我要去滑雪，我一定会买这一套服装，太好看了，是好不好？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辛苦辛苦。哎，你的眼镜也是他们家的吗？眼镜要不要摘下来？我想要试下这个眼镜。哎，老板想试一下这个眼镜，哎，小畅。你们也很想看他不戴眼镜的样子吗？我就有机会再看不戴眼镜。哦，好，那溜了吧。再见，再见。它这亮橙色，如果遇到危险的话，是可以得到营救的。当然，就是这些衣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设计。嗯、好，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套我们的那个就是穿着风格，滑雪怎么穿？下一个有故事吗？下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孩？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双板女孩。对的，第一次去滑雪的。我是不是这么重吗？我是专业的女子，你会打到我们？你说话太多，好危险！这样，你要先放置下来。好的，所以你是专业女子双板滑雪运动员。专业女子双板滑雪运动员，他头很大。这 你滑过吗？倒也没有。那你说你自己是专业的？就是我这一套装备，就比起他们，就感觉就更专业，对，更专业。我感觉也是，他戴头盔，那是摔那个脑震荡的，那个真的追求好看，那就是拍照，他们也不会去滑的那一种。因为你滑雪不用，谢谢你。不用，来吧，所有女生们看一下这一套，这套的品牌叫做卢西诺，然后也是很多滑雪品牌他们很喜欢的一个服装。是，我觉得是要好好看哦，有点我觉得拍照应该非常出片。对，因为你知道白色就是雪里面拍白色非常亮，自己就是背板了，就整个就是天使。因为照到就亮的，就亮到爆炸那种。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优酷穿的比较的专业，它包括它这种身上那种束腰啊、腰封这边，然后它这个衣服都是两层的，对，里面会有一个内搭，然后外面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防水设计，嗯，啊，包括它的鞋，哇，你这个鞋，所以这个是专门滑单板要穿的鞋，对的，双板，这个是专门双板穿的鞋，它应该正好可以就卡住，对的，卡住，哦，所以滑雪摔跤跟着这个板子一起摔，那如果容忍度比较好，那种摔了360度转的那种人，就是梆梆一直敲头，就一直打自己的脸，哦，会容哎，我不行，所以那你戴个摩托车头盔去，哦，我要戴个摩托车头盔会好安全一些。是是是是是啊，所以你看这个鞋跟刚刚的鞋，它有点像溜冰鞋，我们小时候穿那种溜冰鞋，底下就是有那种金属。是哦，汪汪你摸，
巨扎实的金属扣，好帅啊！哇，好帅哦、啊！真的好帅哦、啊！哎，你刚刚穿这个衣服花了多久时间？这还真还挺久的，因为这个鞋真的很难穿哦。对的，应该就是脚臭的，应该脱了就巨臭。臭那个里面倒水，对，就里面冒臭汗那种，对不对？但是这双鞋应该真的很扎实，好厉害！哎，它这个开关是什么？哦，那真的要热到哇哇！你看。我看这里有个开关，你看这个开关，它是功能性的滑雪鞋，对，它就是可以在里面加热，因为滑雪很冷，嗯，就脚冷了就是不那么的，就是灵活，嗯，就动弹不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地方来加热。是，天哪，这个还充电吗？这个鞋要？要哎，对的，和手机充电。哇哦，牛啊牛啊！怎么办？我还是花单打，因为我感觉双板打到自己的几率更大，会有点危险，啪啪这样打自己脑袋那一种。好的，来，所有女生们，哎，你这个也帽子也是他们家的，对，帽子一整套都是他们家的，对的，一整套都是，很好看。如果大家比较，哦，他们家很便宜，性价比高，他们家性价比很高，帽子只要820，对，然后我们的那个眼镜是多少钱来着？眼镜830，然后还有我们的衣服呢，8600，这个跳脱是专业的，一套对不对？一套跟你说，还是上衣，你去滑雪一套，如果要自己买装备的话，你准备50000块钱，哦，我不行，是不是很贵？所以我们去租吧，我可能就穿成那样去，冻死你！我们穿波司登极寒，那个腿都藏不开，那个腿都打不开，在那里滑。来，我们再看我们下一个，谢谢 Yuki， 辛苦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好的那种滑雪品牌给大家。大家如果去滑雪的话，如果有经济条件可以买得起的话，你们就去买专业的滑雪。今年就冬奥会了，是对大家应该也对冬季项目会比较有兴趣。是的，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另外。这位是怎么了？穿这么少，你何必穿一个鞋呢？因为我是博主，对，你是博主，小某书的博主，是，然后所以要穿的特别好看来拍照的。那你这不冷吗？我有这个，这里截肢了，热一热，烧自己，那个蜡给我一个，热一热，没事，有这个鞋，这个鞋不是可以加热吗？就同款跟那个，这个鞋加热也加不到这儿吧，大哥。你这豪能滴蜡，然后把自己是封住，封住，封住就不冷了。好，来，这个就是来我们滑雪村拍照打卡的女孩。对，但是帽子不得不说非常好看。RS Rabbit， 这个帽子多少钱啊？哦，不贵耶，我觉得这个帽子要1000多，还是我的认知已经到了滑雪的人都很贵。你要摘掉吗？但它其实是时尚品牌，是。对。但是我觉得你的毛衣很好看。对，这个是最近很火的 Short Sentence。Short Sentence 上海设计师品牌。上海设计师品牌，短剧是吧？应该叫短剧，中文名叫短剧。这个我可以卖呀。这个衣服多少钱？长背心是1800，然后里面那一件呢？是长的毛衣。哦，长的毛衣1800。但是我觉得好好看这件衣服，这件衣服非常好看，我觉得节日的时候也可以穿，外面穿个羽绒服，对吧？然后下面穿个靴子。对，特别好看。就是、然后你的包包是也是 Ice Rabbit。OK， 这个包包多少钱啊？550。好嘞，好嘞。我们 Kangol 也很香。那蜡烛很可爱、啊。哦，这个蜡烛好有趣哦。在很多小某书的博主上看到家装。哦，好可爱的蜡烛哦 ，Candle Boy。感觉已经被融化了。Cacao Boy。Cacao。哦，不是 Candle Boy。Cacao。卡考，他们家叫做卡考，卡考哈，嗯，290有一个香薰蜡烛，嗯，好香哦，我觉得它放在家不点都会很香，就这个点它我会有一点点舍不得吗？它就是要点到那种融化，然后脸就没有，然后只剩一个嘴巴那种感觉啊，我不行，还有生命哦，这蜡烛好可爱哦，我知道很可爱，但我不舍得点它，是的，就大家放在家里面做摆件，但这个蜡烛很贵，299，对，一颗，但是其实它我是觉得它做工就是复杂的。是异形的，嗯，但是299一颗，老板有点太贵，我可以接受299三颗，买一送二。它是纯手工做的啊，纯手工，这个它这个可以机器建模的吧？我说实话，就是纯手工，啊，我知道，可以这样倒进去。纯手工是在于哪里？上色描绘，上色。你看它这个眼睛这里上了还留了一滴眼屎在那儿，我可以。我蛮大坨的，你看，这蛮多的，手工真的是手工，对，这里还有一个黄黄的小眼屎。我建议换一个手工。对对对对，但是还蛮可爱的，我觉得就是要做这种新的可爱的东西出来。是。好的，还有没有你这样的配饰？没有了。谢谢你，辛苦。我们还有吗？哦，女孩都没了，好不好？所有女生们，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帮大家做得到的我们的
滑雪如何去就是穿搭，然后如何去买品牌的一个新品秀。是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对，来选择购买滑雪服，还是说去场地里面去租滑雪服。是。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疫情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那个人多的地方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准备和工作，然后根据当地的一些疫情政策然后进行出游和游玩，然后包括你们在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嗯，不要急于求成，没错，先跟着教练一起慢慢的去学，也是，然后滑到后面比较就是会了之后然后再自己操作，好不好？那如果你想选的话你会选哪个品牌？我会选小畅那个。我也会选那套，很好看，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话我会选择 Prada， 非常好看。我会选小畅那个，又时髦性价比还高一点，嗯，但是我的鞋一定会选择他们家的那个鞋。我明白，他们家那个鞋很好看，非常好看，那个绿白，对，那个绿白色很好看。那如果你去滑雪选单板还是双板？单板。祝你摔死。你也是。再见。我们把直播间交给一文姐，我们的深夜食堂来喽。好，我们深夜食堂来了，我们再